哎呀，这锁喉桃过期了，吃了不锁喉了，我得想个办法把它卖了呀，不然我就亏了。哎，有了！胖丫，你嘿嘿啥呢？哦，咱们小卖部今天有个挑战，挑战吃一包锁喉桃，如果不锁喉，奖励1毛钱；如果锁了喉，我明天要出去相个亲，你帮我看一天小卖部。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先花5毛钱买一袋锁喉桃，你敢不敢挑战呀？敢，我太敢了，给你5毛。我必须输啊，赢了才奖励1毛钱，输了可以帮他开一天小卖部，我岂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？嗯，怎么不锁喉呢？啊，锁住了，不是过期了不锁喉了吗？胖丫，我明天过来帮你开小卖部啊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吃了好几袋都不锁，他吃了一个怎么就锁住了？这个豆豆乐就做好了，每个里边只放了一个小龙珠，这两个角上还是空的，又是发财的一天。为什么把大保健送给我了？你怎么能证明你这里面肯定有1号？我都抽了几天了都没有中1号龙珠。那要是里边有1号，你抽不抽啊？有1号，那我肯定抽了。你看这个是不是1号？给。哎呀，还真是1号啊！真有1号，真有1号。呸！我给放里边去啊。好嘞，要哪一张呢？哎，就这张。1号龙珠。哈哈，胖丫，我中了1号，给我兑奖。哎呀，还真中了1号，手气真不错，我给你兑啊。赶紧，我走了。哎呀，这个二狗子今天手气怎么这么好呀？哟，胖丫，这么多零食啊！想吃啥自己选吧。好嘞。唱片辣条、狗牙、南京板鸭、北京烤鸭、霸王丝、一根葱、酒鬼、唐僧肉、牛羊配。哎呀，胖丫，这些我都不喜欢吃。不喜欢吃？哎。我都看我零食少了，刚才多呀，是不是你偷了？我没偷，没偷，我真没有，是没有，难道我记错了？冤枉好人，那我走了。这二狗子也没拿，我怎么感觉我这零食少了好多袋呀？这是怎么回事呀？
王寡妇小卖部倒闭了，现在只能来胖丫小卖部买东西了。可是这个胖丫太坑了，哎，只能见机行事了。胖丫，哎，二狗子，来点什么呀？给我拿盒烟糖、跳跳糖，还有手镯糖，各拿一盒。好嘞，又是发财的一天，烟糖、跳跳糖、手镯糖，给你。一共多少钱？我给你算算啊，手镯糖9块，跳跳糖8块，烟糖7块，9+8+7，怎么了？这不是有计算器吗？放这儿当摆设呢，来，我帮你算。你听着，我把音量给你放开。好。对。对。对。这不等于3块吗？3块。计算器还能出错吗？也是哦，刚才你都放了音量呢，算不错哈。行吧行吧，来3块。来，5块不用找了。哟，不用找了，这二狗子真大方。以后算账呀，就用计算器。这计算器啊，又快又准。你们上对吗？一号大龙珠。哈哈，我中了1号龙珠，得奖。啊？怎么一下子就抽到1号了？哎呀，我这可是新龙珠，要把1号丢给你了，我还怎么卖呀？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咱们做个游戏，闭眼猜零食，你要猜对了，这整块龙珠，包括后边零食。你随便拿，倒也行。闭眼睛，不许偷看啊！不偷看。张嘴。牛羊配对不对？不对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你再尝尝，张嘴。这就是牛羊配啊！你睁开眼睛看看吧，你猜错了。挑战失败啊！嗯，唐僧肉明明是牛羊配啊！唐僧肉，你挑战失败了，走，我要下班了。不可能呀，这哪里出了问题呢？胖丫，哇，你这什么造型呀？你这是扮演的孙悟空吗？对呀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是孙悟空，跟孙悟空长得一模一样。给老师拿下龙珠。好嘞，请抽龙珠。看我给你抽个1号龙珠啊！1号大龙珠。闭。啊？啊啥啊？来给我兑奖。哎呦，还真是1号！快兑，快兑！好，我给你兑啊、哦。给你。嘿嘿，终于拿到1号龙珠了，走了。哎，这1号怎么这么容易就抽到了？这是为什么呢？